喂，我们已经上来了，你在哪里？凡人，你可知道，对神龙呼来喊去是何等的大不敬？好疼，为什么我下山以后总要被雷劈？凡人，这便是无礼的下场。我不晓得什么才算有礼，你让我们上来说是有去鬼界的办法，我们当然是急急忙忙地跑上来找你，有什么不对吗？看来你的胆子很大，不怕死。但若是本尊告诉你，想去鬼界，你的两个朋友之中必须死一个人，你会如何回答本尊？死？为什么？本尊说过，这里是幽冥之国的属地，若是毫无缘由让凡人进入鬼境，本尊日后要如何忍受阎王的蔑视？大胆的凡人，本尊只要求一个魂魄，已是相当宽的。快选吧，到底要谁死？一位是红颜知己，另一位是只交好友。想清楚。这算什么条件啊？更何况我不是他的。一定要这样吗？不错，本尊等你的答案。那我一个都不选。戏弄本尊，虽然为了找我的朋友我一定要去鬼界，但是如果因为这样必须失去另一个朋友，我宁可不要。就算离开不周山，总能找到其他办法进鬼界的。此地岂是你要来便来，要去便去？杀气好强，激怒了本尊，本尊可以让你们几个通通死在这里。你很强，我感觉得出来，不过是我不愿意选，和他们俩没关系，请你不要杀他们。天河，要我牺牲朋友绝不可能，我不会改变主意的。很有趣，你一定还看不清世间真正的情况，一定认为所有事情都能靠自己的力量解决。凡人，或许你值得本尊欣赏，或许你只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愚人。什么意思？本尊给你一个机会，本尊将会释放相隔千万年未飞升得道之前的幻影，若能战胜，本尊就打开往鬼界无常殿的通路。真的？你愿意帮我们了？本尊镇守此地已经9900年，即将功德圆满之际，还能遇上你这种可笑的凡人，我是帮助你们进入鬼界的。的魂魄送入鬼界。
你们有所求，就要付出代价。代价？你对天河做了什么？既然放你们通过，本尊干脆跟阎王多开个小玩笑。你可以打开鬼界的门了吧？此法阵有去无回，如何从鬼界重返人间，你们需得自己想办法。啊？原来还要自己想法子回人间啊？ 凡人进入无常殿，岂非与送死无异？此法术可令汝等生人之气不被鬼察觉。
12个时辰后自行消散。谢谢。本尊今日令你得偿所愿，但是等你有朝一日尝遍世间辛酸之时，或许就怨恨这个命运。胆大又有趣的凡人，待你此生阳寿尽时，本尊会来找你，看一看你是否还是如此洒脱。天河，你的伤真的不要紧吗？没关系的，我刚才觉得全身都像被火烧着了一样，现在已经好多了，大概是大哥教我的凝冰诀起了作用，只是一下冷一下热，有点难受。切勿勉强开口，还不快静下心神，我运功助你调息。吐息养气，凝神静心，如是。这是子婴，不行，我觉得很冷又很热。静下心来，不可自乱心神。天河，子婴，天河他会没事吗？他体内气息已归于平和，应无大碍。哈哈，好了，一点都不难受了。真的吗？要不要再休息一会儿？你刚才还那么糟。没事没事，我精神反而比之前还好呢。谢谢你子婴。不必客气，我们出发吧。林莎，你怎么了？我还从来没有见你，为什么是这样拼命过？你对梦离真好。什么？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有一天我也像梦离一样不见了，你也会不顾一切来找我吗？一个不见已经够麻烦的，要是两个都不见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你放心，要是真有那么一天，我一定也会去找你，直到找到你为止。虽然有时候你会说我笨，不过你是除了爹以外第一个对我好的人，我知道你对我其实是很好很好的，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去找你。你比梦离还……等一下，你别说了。我只问一句，你有的没的说一堆干嘛？
后面的我不想知道了。明明是你问我呀，又不让我说，不想知道还问干嘛？天河，你受伤之后，内息即是古怪，有一寒一热两道完全不同的气在体内交织。听起来好像走火入魔。不错，乍听与走火入魔无异，但这两道气冲撞过后，却又似乎融于一体，并无异状。这盘龙镇住直锁住天，那贤竹之龙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所以再难请他治天河的伤。子英，我真的没事，全身上下都是使不完的力，简直比受伤前还要好。无论如何，还是多加小心。觉得难受的话，要立刻告诉我。对啊，不许逞强，闷着不说。哦，好。神龙说跟阎王多开个小玩笑，到底何意？天河的阴阳之气委实古怪，神龙似乎是帮他，但言语之中又有不善之意。我们走吧，进传送法阵，再不走这个法阵会不会消失啊？也只能先去鬼界了，但愿一切顺利。